台湾朋友，台湾朋友，你们好。陈小春的国语退步了。好，那打完招呼了是不是？对，台湾很久了。那今天很久没来台湾，不过一来就要马上前进我们最大的小巨蛋演出哦，会不会有一点点紧张呢？有没有做什么准备？你没有紧张啊，你们一点点啊，因为我们近期表演呢。这舞曲新的重新排练的，所以就有一点点紧张，但是昨天排练的时候就大家都默契啊，所以就有一个信心，今天晚上会表演得很好的。最紧张就是现在，因为白天我们不紧张，但是讲国语可能我们一起是比较紧张。哎，国语有没有退步？讲得还不错吧？掌声鼓励好吗？谢谢。不过今天晚上，因为之前这舞会呢，其实在香港有一个友情岁月演唱会，已经有很多很精彩的曲目了。今天晚上会被这个演唱会叫岁月友情，对，友情跟岁月，对，两个结合在一起。那么这次来台湾这个岁月友情演唱会曲目会，同样的给台湾的观众朋友，还是说大家会准备新的 surprise， 比如说秀肌肉之类的。那如果是直接把香港那个演唱会那个东西。 就搬过来，那我们像什么了？就没有诚意，是不是吧？哦，所以会有新的吗？我们刚才钱嘉乐也讲过了，在里面也变了很多东西出来了，就也是有很多是重新学的。 对，重新学的。所以如果呢，大家锁定1月30号除夕晚上7点，红白艺人大赏就可以看到精彩的表演了，对不对？对。 刚好那一天是除夕哦，新年新希望，大家在这个新年会怎么度过呢？有没有一些计划？刚刚过了嘛？还没出夕除夕。你们怎么过？怎么过？现在这一件就是变成为这个主持人呢？哇，好厉害哦！哦，好，那我们先问这谢天华啊，你新年怎么过？新年过得很好。 我怎么过啊？应该会过的呢。准备了红包给我们吗？哎，不给啊！你要给我？不给哦！没啊，没了，没了。你有没有准备给台湾的记者啊？啊，也有啊，有哪个都有。会有骗人啊？有在这里等你的。如果他们过来香港，有我给他们。哦，所以大家去香港会发红包。天华的意思是够胆就来香港，够胆的。 好，那另外就是啊，大家就是在除夕嘛，要收看各位的表演。那有没有准备一些吉祥话要献给广大支持你们的台湾粉丝们？我们刚才已经有一句了。好，有一句是什么呢？马快，好马快马到，马上从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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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OK OK 马。 上将发大财，这一句我们练了一个星期了。你们练了一个星期是不是？马上发大财。对对对对，马年嘛。马年对马年发大财。